亚坦节过后都系跨年呀，大家亲戚大家跨年联手了年咯。诶，恁个看到下几种图都了关心，不了解天气形态。再看到拜年到拜年两段时间，以及受到台流冷气团国家上发南水气嘅影响，水气系卡到结束。天温上升过后，以及冷气团感染，国家上水气会变到卡少。拜年到拜三两段时间内，天气系卡稳天结束咯。露几个蔬菜就会特别普天气，含有东半普天气，露几个情形会卡显明。不过呢，中南普天气温度仍会慢慢回升。过来呢，拜四到拜五含有多两个拜年两段时间，主要就会大家清气，大家两个跨年也两段时间咯。主要呢就会受到两个东北季风就会高一百个增强，所以到时间呢，从系北普天气东方面嘅蔬菜含有东南普天气水气含系会卡到结束，含有呢北普东南普天气温度嘅部分未会有高一百个下降。而呢，其实落看到下一种温度分布图落看到北普嘅温度变化。北部地区是看到其实呢，天公拜二到拜三两段时间温度会慢慢回升，拜四到拜二两段时间主要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嘅影响。不过，因只了清东北季风影响了个低温模特别显明咯，主要会透过温嘅部分呢，会陆续下降差不多一度中土。过来看到南部嘅温度变化，南部地区其实受到了清东北季风嘅影响，模特显明。不过呢，大概二十条含有暗部亚天气含系温度含系较低结算，所以唔一个温差。是卡太结束，提前向你朋友喊来特别留意。